这是罗望子，英文叫 Damari， 马来文叫 Wa Asan。 罗望子来自于东部非洲，一般上需要栽种了六七年才可以看到有收成。它的别名是酸豆、酸角、酸果、酸籽、亚参、九层皮、泰国甜角、亚参果、通血毒。罗望子它的果肉非常受亚洲、拉丁美洲来做烹饪中的调味料，成熟的果肉可以作为甜点、饮料和小吃。罗望子它的果肉含有钙、磷、铁、糖类、柠檬酸、甲酸、脯氨酸、苯丙氨酸等等多种元素。它的性味甘辛酸凉，在传统中医认为，罗望子它的果肉具有清热、解暑、消食、化积的作用。在传统民间千年下来，一直到现在，在民间有的老人家都会应用罗望子它的果实拿来治和拿来改善腹泻、气胀、麻风病、麻痹，防止坏血病、胆汁过多，减缓酒精、曼陀罗中毒、妊娠呕吐、胃肠不佳、便秘、高血压等多种病症。在印度传统民间把罗望子视为天然的万能药，在有的民间相信它可治眼疾、坏血症、黄疸病、胃肠不佳等等，拿来生食或加工成为果汁饮料，在发烧时拿来先喝，具有帮助解热的作用。在古时候的有的马来传统民间和有的华人传统老人家，他们会准备一盆的水、一把的罗望子它的果肉，拿来挤压在水中，拿来涂在正在发烧的孙儿的头上和清洗孙儿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。这种传统方式流传了百多年，发现到这种方式具有帮助孙儿在发烧期间会感觉到身体更舒服，而且也帮助孙儿降低身体发热的作用。